上来桥这边的 view 看得更完整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imon 和 Selina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下雨，我们今天呢要去 Niagara Falls， 在水牛城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Niagara Falls， 很壮观的，一定要去。我们现在就在 Buffalo 这个城市上这个桥。来到这个 Niagara Falls 的 Visitor Center， 这边还有车位 reserve， 你来这里还停车30分钟免费，还不错。好吧，我们去那个 Visitor Center， 就在前面，这里就是 Visitor Center 啦。哇，你看这个花多漂亮啊，哦吼，哇，很漂亮哎。它这里都有很多资料可以拿，它这里有都有地图。这个 Visitor Center 都有很多很有用的资讯，很好。这里呢就是 Gold Island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。这里就是 Niagara Falls 啦，对面加拿大，对面是加拿大，那边，我们等一下去坐船，去看前面那个瀑布。我们这次的美东行。尼加拉瀑布也是我们计划一定要来的地方，这里的景色非常壮观。Niagara Falls 位于美国纽约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之间，是北美最著名的自然奇观之一。来到这里，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壮观的水流、丰富的水汽和巨大落差。因为这个落差，水从高处奔流而下，产生巨大的水雾。这些水雾在阳光的折射下，形成五彩斑斓的彩虹，为景色添加了神秘而浪漫的气氛。
站在这里比较远一点，但是呢都看得到对面那边，还有最近的这两个通通都看得到，不一样的角度有不一样的美，这边也很漂亮。对面就是加拿大，我们等一下要走下去峡谷，近距离的看瀑布，也要去坐雾中少女号，感受瀑布的震撼。这真的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景点，一定要来的，强烈推荐。春季和秋季是游览尼加拉瀑布的最佳时机，这时候的气候舒适，景色迷人，更可以乘坐水花四溅的雾中少女号游船，近距离感受瀑布的震撼，并感受到水流的力量和自然的神奇。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独特体验，因为如此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无论是想要感受大自然的力量，还是享受浪漫的氛围，尼加拉瀑布都是理想的选择。这个整个瀑布的水汽一直上来，在那边可能都会湿哦。看，每当夜幕来临，瀑布会有灯光秀，五光十色的灯光在水流上闪烁，让瀑布看起来如梦似幻，营造出浪漫而梦幻的氛围，让人流连忘返。这里的夜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，成为浪漫约会的理想场所。总的来说，尼加拉瀑布不仅是自然界的奇观，更是一个充满惊喜和美丽的旅游目的地。无论是感受水流的力量，还是欣赏四季变换的美景，尼加拉瀑布都能让每一个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，非常的推荐哦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影片，希望您喜欢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不要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下一集我们要分享什么呢？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